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我妈眼神越来越差，看啥都雾蒙蒙的，是白内障吗？关于白内障的那些事儿，深读君这就带你去看症状。以前还能做做十字绣，现在连针都看不见了。这雾霾也是太厉害了，一年365天。视力下降是白内障患者最常见的症状，近视突然加深，短短一年300度变600度。老花眼好多年，现在竟然好了，我越活越年轻了。管他近视眼还是老花眼，突然的大幅度的视力变好或变坏都要小心了。医学上管这叫屈光改变，是白内障的常见症状之一。中秋赏月美滋滋，咦，怎么有5个月亮？一个东西看成俩叫复视，看成很多个叫多视。复视或多视也是白内障常见的症状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